迪丽热巴出生于乌鲁木齐，中国内地女演员，维吾尔族，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从2010年出道至今，已参演20多部影视剧，已然成为当红明星。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有两个月就是我们可爱的胖迪生日了。记者在问及她为什么25岁生日过后将减肥的原因时，着实让人哭笑不得。草莓奶油蛋糕原来是她的最爱，草莓奶油蛋糕无疑是高热量食物，减肥者都不能沾的。为什么胖迪爱吃？看看胖迪的回答。很多人说25岁之前其实怎么吃怎么懒，其实不一定会胖，但是25岁之后再回答25以后，显然有点小激动。不过小编也确实只有哈哈大笑了，很胖的理由没毛病。25岁以后就一定会胖吗？为什么？小编觉得可解释的就是，人过了25岁以后，事业进入稳定期了，要忙着事业、爱情和家庭，为自己的理想而做准备了，没有时间安排食谱和运动了，再加上年龄越大，各方面的生理机能也不如以前了，体内的热量也会随之转化为脂肪了，胖起来也是实属正常，说的也有点道理，哈哈，原来这就是你决定两个月减肥的理由，我服。也希望我们的胖迪大美女在两个月生日后那天能放肆的狂吃最爱的草莓大蛋糕，幸福享受，也提前预祝大美女生日快乐。